有经验，你开玩笑，开玩笑，咱们两个斩断了情丝5000挂，哎，我帅气，帅气，帅气，没毛病，酷炫，对，怎么办？我们这个组合靠的是蛮劲儿。我们需要挖几颗？谁知道？我问问黄老师吧。你在跟谁打电话？我问问他们笋要挖几颗。你不用问，就挖就好了。但是要有个头吧，要挖几颗？你一个都没挖。站站，你就是开开。站站。挖挖挖。Hello， 黄老师你好。哎。我咨询一个小小的问题。就这个笋我们需要挖几根啊？你们能挖几根就挖几根，越多越好。但是挺累的，我们现在刚挖了一根，然后觉得有点累。你最少得挖10根吧？你说什么？这假装听不见，这孩子10根，你现在不挖它过些日长成竹子就没用了。好嘞，我知道了，我们会加油的。啊，加油啊，好样的啊。哎，拜拜。这是什么意思？来撒娇了是吗？是，何老师啊，真不是撒娇，是真不想干了。这一根怎么可能够？6个人吃一个菜一根。哎，我就是需要知道一个明确的目的，不然我真的是干的不知道在干什么。你可以，你可以，就劲儿，你有自信，我有自信，我有自信，我有自信。哎。